许多低头族喜欢边走边滑手机，但很可能下一秒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位低头族就是因为玩手机太专心了，走路时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蛇，还被蛇咬了一口。监视器画面拍到一名穿着白 T 恤牛仔裤的男子边走边滑手机，突然间他整个人吓了一跳，因为居然踩到一条蛇。 Adrenaline took over and I realized it was a snake and I started kicking.Get it off. 男子被吓到，整个人跳起来，弹到几公尺外的地方。蛇似乎也被吓了一跳，一下子溜得无影无踪。还好这条蛇是无毒的，虽然被蛇咬中了脚踝，但是男子并没有大碍。Those two little marks there. 根据了解，咬人的是一条长约 1.2 公尺的牛蛇，应该是为了要躲避洪水才会跑到镇上来。但其实低头族碰到蛇还不是最意外的，这个转角遇到熊的案例更令人感到惊吓。Well,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.Apparently the bears decided move around. 2012年，美国加州一个社区闯入一只大黑熊在垃圾桶附近觅食。这个时候，镜头右边可以看到一名男子低头玩手机，完全没注意到转角突然冒出的庞然大物。男子抬头一看，发现黑熊转身拔腿就跑，还好没有滑倒，黑熊也没追上。无论是跌进洞里、滑进水池、摔到铁轨上、边走路边滑手机，意外层出不穷，也提醒低头族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碰到什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